医生，你是宋仲基？哎，你要不要用这只手？好，会比较好吧？会吗？会，过来过来。医生很想接近他，回来回来。你这样拍比较顺。加油加油加油嘛！是这样拍，应该这样拍，你要不要试？这样你右手拍，然后接，比较应该比较顺，你要抛，你要有抛物线哦。好。好，你要抛高一点，然后我打你，然后台上面掉不下来。我穿高跟鞋哦。OK， 好好好好好。OK， 就这样。你要跟我，你要跟我讲吗？对。我发现你的病患偷了我的手机。我的病患偷了你手机。对。你觉得我的病患会无缘故偷你的手机？对，他就是偷了我的手机，然后我刚刚去看到他，但刚好他又被围殴，但是所以我就救了他。你觉得我救的人会偷你手机？你现在跟我讲，对，是没错，就是他偷了我的手机，不要啰嗦。你干嘛？喂，警察局吗？中间卡掉，中间卡掉。好，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妈是假，我们演到刚刚那个接得到啊，回来回来回来，有接到就已经很厉害。我要打给警察局。这意思也太屁了吧！我真的要打给警察局，他弄坏我的手机，手机是要钱的。你没有爬高一点？对对，对不起，然后我还被凶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。你要让人家接住你。你演一个，你真的演一个，这个真的不好演哎，这个剧情。我来，哦，好近哦。电话要拍吗？好，我要打给警察局。你们没有剧情是不是？你为什么要打给警察局？真的有点难，他们太低了。真的是这个问题，我演一个，我示范一个。还是不是应该要拿你的手机会比较好？对，还是我试下丢一下，让你接一下看看。不是，对，你们我们两个试演一次，我们试演一次。我们两个演一次嘛，我怕我会打到你的脸。我会不小心打到你的脸。好，来，我们可以看你一个，你一个观众的角度看，好好好，宋仲基。OK OK， 绝对不像。然后接下来，哎有哎有哎，这次比较帅一点哎。会不会是我真的是要演宋仲基啊？你试试看。哎，我有接到哎，我好强啊！ OK， 我现在打给那个警察局了。好。你们不止摔到手机，还演的超烂，还演的超烂。哎，那你算是最成功的。我好厉害，厉害，你厉害。其实我觉得拍有学问，不然的话你拍，你接到你拍嘉威的，你看你会不会演成功啊？什么意思？你再拍一次，他再演一次。哎呀，你要哪一个？你要打哪一个？这样子一定要拉开，一定要拉开好。哇！哎，你有像哎，会不会是这一段原因是？我有抛物线出去，因为他拍的是高级一点，还是我们拿经纪人的 iPhone 来拍拍看？那个经纪人拍是真拍，就是我觉得因为你真的一定要用力，一定要用力啊！而且这个很难。哎，你借我拍一次，我看会不会不小心打到你耳朵。打。所以其实等一下我不要接，然后直接这样拍吧。对。